现在说他不回来，他说他下班了。反正我们蛮多贝斯手的人选的，你有没有会弹贝斯的？有没有会弹贝斯？现在征求新团员。弹贝斯？哎呀，那、啊、你刚好听到吗？还有真尴尬。这首歌就你们算一算，就也就是那一首。好，然后这首歌我想要送给一个人，就是我从来没有真的送一首歌给一个人过这样子。对，感谢一鸣对外的照顾。And you're all about the cell phone, and I'm all
谢，晚安。